如何启动 Photo Wall？ 那我们在上方的选单按钮点选之后，可以找到美工绘图这一个类别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发现 Photo Wall。 那点选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启动 Photo Wall 这一个程式。